是忽略危险 Oh my brother, I'm not dead Don't let me Do you know They call us don't go 虽然在摇摇的讲过就像是半月日里的快就被放跳 Young girls, I am who they are you Young girls, I am who they are you先伤害自以为无害，快，面子就快，那我就爱冷酷的往爱，不明不知爱会彻心破坏，不在乎的去召唤谁奇迹败坏，是非黑白，谁能主宰？结束还继续练生日会，三天前，就是刚发言啊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紧张，说会不会就是没办法出席，就是我自己的生日会。那我就这几天都有去打针，对，因为我希望可以跟你们一起度过二十岁。对，肝部分的话，对，就是要早点睡觉。你是不是？他们也都很不，就很晚睡啊。跟你说，他们很可爱的地方是，他们都说可以早点睡哦，然后他们都不睡。啊，可以跟大家说说，哎，怎么好发色也不一样了，然后怎么形象，还有那个唱跳的氛围好像不太一样，是发生什么事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变自己一个人。哦，对。对，独立个体，我好孤单啊！这也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唱跳。哦。对，所以你们就是第一个看的，懂吗？所以你们对。后面的人就是后面的，对，所以你们就是第一次给你们在元老的星辰，对，这就是元老。哎，希望我30岁、40岁你们还在，就是还陪着我，好不好？每10岁都一个阶段，然后每10岁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转变。就是可能30、40，然后越办越大，想到时候就这样再可以。哦，你们会不会抢票？会，一定会。如果你们还留着票根，就留 VIP 席给他。可是你有自己特别偏爱可爱这个形容词吗？还是其实也习惯，我又不是风靡。他是天生脸就长得，我不是说、啊、我不是说他老，是他本身脸，他脸就看起来都是就是底底的样子。对，他的脸就是很勾锥的。他在我们五个里是脸看起来最稚嫩的、啊。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干。所以这个形象上的转变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，就是 KK 即将要改名为令宇澄。在2022年，我觉得在原子少年里面经历了很多波折，那有些舞台或者是被淘汰这些之类的。那我希望就是又刚好衔接自己20岁这件事情。对。所以我觉得，那我想要改一个艺名，然后用全新的自己在2023年带给你们。然后带新的作品给你们。